我发梦到我在一个好像工地那样，看到一下子那个天好像天上很黑，我好像就当在念个什么咒语，好像来是心经的。我一边抬着手在一边跑，刚刚两个灵气他听到我很怕跑，一下子就叫一声跑掉了。这个梦是真的吗？真的。过起来好像那个我在念什么，我好像记不起来哦。记不起来，像你这种人什么都记不起来，就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我不能会忘记。好了，不要再问了。人家听你讲话很累，就像鼻敏感一样的，鼻子这么。明白了，台长安排一下来这种包那个培训班。好啊，我一定会安排一下吉隆坡培训班呐、啊。好，安排好的，我就去把第一个程序好前面。好，再见再见。感恩台长。啊，再见再见。